学，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啊下面的书啊，然有二义，一随境界之现业缘影，故贺云业心也如是。我们继续看这个抄里面，抄里头有解释啊，然以二义下了啊，第二显预象啊，显是明显显示比喻的这个写这个象状啊，比喻的象状。这有三四啊，第一个是境，第二个是本质，第三个是影像啊。一遇就乏了，哎，境则无二，至影故二啊。境是体，体是一。可是就像一面镜子啊，镜子里面现像的，像怎么现的呢？像一定有质，你比如我们照镜子啊，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本是质，那个镜子里面的像呢是影啊，影一定是随着本而现的啊，现在这个镜子里面，镜子是一啊，但是这个直跟相是二啊，他这个里面所说的这个镜子无二，无二就是一嘛啊啊，所以至隐格二，为一时阴隐境界为止，故贺云一心也如是啊，他前面这个文啊，一心也如是啊，这一句啊，这是一个意思，因隐境界为止，这是先从这个镜中所现的相，这是因啊，因从哪里来的呢？因是从境界，这个意思说得很深，我们要记住前面的经文啊，法相中啊是以阿赖耶为境啊，比如说境体啊，那么此地是从法性中讲的啊，法性中呢是以如来藏啊，就是以自性为境，境体能现所现，这就变成二了。能现是执，所现呢是因，这是我们凡夫之见啊，而事实真相呢，我们很不好懂啊。这个就讲呢，这个法甚深呐、啊，甚深就是我们没法子理解。我们总讲一个能一个所，你看讲一个执一个隐呐、啊，
而事实上呢，能跟俗是一，不是二；淫跟智也是一，也不是二，这个就难懂了。啊，这不是我们凡夫境界。啊，佛家讲不是凡夫境界，那我们现在讲呢，不是我们的常识。啊，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达得到的。那是真相。啊，我们为什么思维想象达不到呢？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宇宙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始终认为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啊，像前面菩萨所问的，个个不相知啊。为什么个个不相知啊？啊，法性是一，法界是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发生？啊，殊不知那是从心想生的。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执啊！啊，你因为有这个东西，它就有现象啊。而本来呢，本来不但没有相，连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能所都不可得了。啊，能所都不可得，什么东西现前呢？净体现前了，净体不二啊，啊，净体真性啊，我们禅宗讲。明心见性啊，教下讲大彻大悟啊，而念佛人讲理一心不乱，就这个境界，这个境界现前了啊，这个境界一现前，在佛法里面就称你为化身菩萨啊，就称你为如来。金刚经上说的好啊，如来者诸法如意啊，你这话讲的多么简单啊，诸法是一切法，如意什么呢？法如其性，性如其意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一是性，都是森罗万象，森罗万象一个性啊，这个意思我们一下回不过来，就想到古大德讲的一静作气，气气皆静，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啊，森罗万象啊！啊，真正见到宇宙的本体，真正见到啊，宗门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见到法性了。啊，晓得法性跟法界是一不是二了啊，所以他后说一心一如是啊。那么这个地方进这个境界值，就是阿赖耶啊，随境界值，这个境界就指阿赖耶。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第二，
啊，这个第一是从理上讲的，第二是从事上讲的。啊，随业缘止，这个业缘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里头习气种子。啊，现果影像。你看看前面讲现业缘影，这个地方讲现果影像。果影像什么？十法界一真庄严。啊，现业缘影呢，这现一真法界。啊，所以前面记诵里面讲呢，随其所行业，如是果报身。啊，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呢。一四不二，啊，理里面有体有相有用，那从事上讲呢，体有体之体，有体之相，有体之用，相呢有相之体，有相之相，有相之用，用里面呢有用之体，有用之相，有用之用，我们只说到这个地方，要再往下说呢说不尽。体相用啊，统统无尽了，这是思啊。第一个体相用是理，第二以后统统无尽了，那是思啊。理思不二，这个理太深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总的佛一句话说尽了，法而如是啊！啊，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重重无尽呢？《华严经》上说得好，说得透彻，啊，也说得很多。啊，比如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啊，现在科学虽然很发达，还没有看到微尘里面的世界啊。微尘是最小的物质，现在科学所说的原子还不是最小的，电子，电子也不是最小的，还有粒子啊，粒子还不是最小的啊。现在新发现的有夸克，那么它是不是最小的呢？还很难讲啊，科学也不断的在进步。那么佛讲这个微尘真正最小的，不能再分了。那么最近科学家是从数学里头知道有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没有人见过啊。科学讲了宇宙的原点啊，这个钟茂生博士给诸位做个报告啊，
宇宙的原点，原点多大呢？啊，它是我们的头发，啊，比如说这是一根头发，头发切断，啊，切断的那个平面，啊，这个头发很细啊，这个平面的直径啊，可以排这个原点呢，可以排100万亿亿亿个。这比原子粒子小的太多了啊，100万后头3个亿啊，可以说这个是宇宙的原点啊，宇宙是这个原点爆炸而出现的。那么就是换一句话说，这整个这么大的宇宙浓缩起来就变成那么小的一个原点啊，这个说法还没有经过证实啊，可是我们学佛的人听到之后啊，很有启示啊，因为华严经上说了，微尘里面有世界啊，那它的原点是微尘呢，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不小啊，微尘不大了。微尘里面就有世界，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电影呢来做比喻。你看电影在放映机里面那个底片不大了啊，底片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指甲这么大的样子吧啊，它投射在荧光幕上就变成那么大啊，荧幕上那个现象没有缩小，底片上没有放大，大小不二啊！啊，换句话讲，没有大小啊，古德。给我们编了，给后这个学佛的人编了一部初学的书，就是佛教三字经啊，仿照三字经编的。一开头啊，第一句就是无实踪啊，无实踪是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第二句是无内外，无内外就是没有空间，就是没有大小，没有距离，没有远近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呐、啊。强力名曰法界，勉强给他叫个名字，称他是法界。啊，法界性即法身，法界性就是体，离体。法身呢，就是四相。啊，我们今天讲这个大宇宙，这一真庄严。啊，那法性呢，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放映机里面的底片，那荧幕上现出那个像呢，啊，那就是法身，啊，底片是法性，底片跟荧幕上的这个影像，你说是一还是二？不二啊，立了底片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也就没有底片，这个里头真的是没有大小，真的是没有时间，没有先后
啊，我们看这个它一张啊，单独一张，我们叫它做幻灯片。啊，那么像这些东西，年轻人差不多都玩过，尤其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那么现在更进步的啊，就是小型的家庭用的这个摄像机啊，能够摄取动态的，原理是一样的，一个原理啊。啊，那么这是讲这个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啊，那么它的体就是阿赖耶识里头习气种子。这个习气种子不是物质，没有形象，它存在。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假使百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呢，所作业不亡啊，就是你所造的那个业不会消失啊，因缘遇会时果报还自受啊。你要是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敢造恶业吗？不敢，不但是恶业不敢做，恶念都不敢起。啊，为什么呢？自作自受嘛。啊，你说你能害人吗？没有这回事情。啊，决定害不到人。啊，没有办法伤害人呢，伤害的是自己呀。这个道理你不能不懂啊，不能不警惕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明白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随顺心德，心德是尽善尽美啊。像这个佛在十善业大经上讲啊，生于一三业，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一丝毫不善都不夹杂啊，纯净纯善啊，化身菩萨诸佛如来啊。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像这个目标啊，努力精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必须要做到，对一切人事物没有恶念啊，心没有恶念，口没有恶言。别人回报我，我不能回报他；别人侮辱我，我不可以侮辱他；别人陷害我，我不可以陷害他。啊，为什么呢？成就自己纯净纯善的心德。人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苦短呐，很短呐，不要造恶业啊，这样啊才能把自己的灵性不断向上提升。
这个就对了，你的方向目标完全正确了啊，提升到法身菩萨的标准啊。那在一般世俗里面讲呢，哎呀，你正果了，你成道了。正果成道的意思，你已经把自己提升到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啊，别人骂你，啊，回报你，伤害你，你一尘都没染到啊！他伤害什么？这个身呢？身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这个身如果说被人害死了，你要跟这个世间有缘呢、啊、你过49天又来了，这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啊、那个时候的福报比这一生一定更圆满啊、为什么呢？你这一生行业纯善，那你来生果报殊胜、啊、那么在一般讲的时候，真正修到一生、啊、对人对事对物没有恶念，没有恶言，没有邪行，你的果报在天上不在人间了，升等了啊，升得高的到色界天去了，次一等的都在欲界天啊，不会在人间。如果你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你就超越太多太多了，超越了十法界啊，你到一真法界去了，这是佛菩萨为我们做的榜样。佛菩萨为我们示现的典型啊，这才叫慈悲到极处啊，我们应当好好的学啊，那就是住在这个世间，不能有世间一般人的这个习俗，那就不好了。那逆境我缘，善境善缘，我们接触到的常常不忘释迦牟尼佛，常常不忘啊诸大菩萨，我们就不会被境界转了啊。什么叫被境界转呢？你被境界迷了，迷了你就被境界转了，你就不自在了。什么叫迷呢？别人无缘无故批评你骂你，你心里不高兴，心里生气了，迷了啊！这是世间人的见解啊！你能够受之如如不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你是随顺诸佛菩萨，你在那里学佛啊。你要听到不好的这个批评的时候，你马上就生气啊，甚至于你也出恶口啊，去回报
世人之见呐、啊，你的毛病习气没有改过来啊，亏，吃亏还是自己啊！你如果能够忍受。啊，人受最好的方法不受嘛。哎，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啊，不是真的。啊，真的叫什么？这是正受。啊，这佛经上常常看到啊，三昧禅定、般若是正受啊，正受。正常的享受啊，苦乐忧喜是不正常啊，啊，不正常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正受是真的，啊，正受是信的，啊，苦乐忧喜是从哪里生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生的，啊，妄想分别执着自信里头没有，自信里头哪有苦乐忧喜是呢？自信是真诚、清净、平等的，啊，正觉慈悲的，这我们学佛到底学的是什么？自己一定要清楚明了啊！啊，我们每天学什么？很多善心人非常想学，看到这个经论呢，浩如烟海啊，不晓得从哪里学习。我们这些年来常常劝勉同学从今夜三福学习啊，你要知道净业三福第一条落实在弟子规十善业道，第二条落实在三规五戒沙弥略仪啊，我讲的都很浅啊，深的时候是做不到嘛啊，第三条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啊，经论是很多啊，我们只选择这几种够了，足够了啊。如果你行有余力啊，可以修文啊，你可以涉猎一些大经大论。如果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这几样足够了啊，地藏本愿经多念，知道地狱可怕啊？为什么呢？你看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吧，地藏经就是教我们深信因果啊。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就是发菩提心，愿愿跟阿弥陀佛相应啊，读诵大乘无量寿经是大乘，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大乘专修净土啊，净土除无量寿经之外还有阿弥陀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普贤行愿品大师智愿通章，那么我们在净宗修学也把握了，可以涉猎
其他经论，没有把握最好不涉猎啊，免得分心。我们要去读诵别的时候，确确实实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分散了啊，时间精力越集中越有效果啊，我想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啊，许多人都知道啊。那么学习大乘经教功夫不得力了，这个我们讲过太多次了，你没有根啊，根本的根本是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十六个字啊，我平常劝勉同学们，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啊，这是我劝勉同学们的啊。为什么呢？这十六个是最大的障碍你不能够不突破，你突破你的前途一片光明，你要不突破你是寸步难进啊。那么把这个十六个字突破就是儒家的格物啊，我们佛法常讲断烦恼啊，啊，断烦恼要从最粗最重的啊最严重的这个障碍从这里下手啊，所以自私自利是头一关呢、啊、我们要把这个放弃，起心动念呢替别人想，把念头转过来啊、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地球上，起心动念为整个地球来着想啊，慢慢的再把你的心量扩大，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菩提心就现前了。所以首先呢，你的心量的时候，你现在住在地球吗？那地球跟我们息息相关嘛，我们要知道整个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个就是地球啊，哪一个人离开地球都不能生存啊，所以地球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你要不要爱地球？你要不要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希望大家常常啊，做如是观啊，常常这样想啊，那个自私自利念头啊，就会降温，会降低。啊，只要往它往下降，可不能叫它升。慢慢的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也很淡薄了啊，你的烦恼啊真的会去掉一大半破魔之啊，破魔与魔所啊，这是头第一关啊。那我们就想到我们每一个同学
没有一个不是善根深厚啊。怎么说呢？多生多劫，不是一时二时两时啊，啊，三十四十不是了，多生多劫。曾经闻的这个法门啊，曾经 学过佛法，为什么你不能成就呢？这一关没破，自私自利没破，所以你的功夫始终没办法进展，停留在原地。你们想想是不是？啊，如果觉得是，那在这一生当中，你要不要突破？啊，我教给你这个突破方法，方法太多了，这八万四千法门呐。啊，我用的是这个方法，用的很有效，提供给你做参考。啊，我认识。我生在这个地球上，地球上所有生物跟我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所以自自然然的慈悲心生起来了啊，这一般人讲爱心生起来了啊，他跟我是一体嘛，我怎么不爱他呢？啊，我们自己一个身体啊，耳目鼻舌身手四肢，这是一个身的生命共同体啊，你能不爱惜吗？啊，可是我们这个身呢，跟这个地球又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怎么能不爱呢？啊，我们的身要用我们的树来比呢，就好比一个树枝、树梢啊。那这个树梢是我们自己，这个树梢里都有几片叶子，这个叶子都是这个从这个梢生的。那我们的家庭呢？家庭是树枝。我们的国家呢？国家是树干。那我们的地球，地球是树根呢。你就这样想法，通通是一体啊！啊，这个样子，那个《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呀、啊，你就自自然然会爱了。为什么呢？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佛菩萨晓得整个宇宙。”无量无边的世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那就更大了。我们现在单单讲这个地球，啊，为什么？破我执，啊，所以心量要慢慢的把它脱开，啊，把它扩大，啊，古人。有一句谚语说：“量大佛大了。”一点都没错。啊，那个诸佛如来佛为什么那么大？量大嘛。他那个量是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的心量如果是一个地球啊，那你这个福报就一般人比不上你了。啊，如果你再能够把这个扩展到，哎呦，一个太阳系。啊，我们这些所有这些行星卫星呢，都是依靠太阳，啊，太阳依靠银河，啊，银河还依靠更大的一个星系，大概现在还没发现，啊，佛经里面讲华藏世界，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啊，那么单位世界依靠是小千世界，小千是依靠中千世界，中千是依靠大千世界，
大仙是依靠华藏世界啊，你去找这个根啊，找这个本啊，最后找到这个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就是法界性即法身的啊，迷了你是凡夫，觉悟了你就是圣人。啊，这些事情，所以佛法好，佛值得我们尊敬。啊，值得我们学习。啊，佛要我们亲证，不是说哦，他这样说的就叫我们相信，不是的。他叫我们真正要把这桩事情证实，哎，那才是你自己的知见了。啊，你要是不能够证实，这别人说的，不是你自己的。啊，别人说的不是自己的，这是迷呀。如果要是证实之后啊，自他般，佛所说的跟我亲证的是一不是二吧，啊，这就入佛境界了。入佛境界自他般啊，性相一如啊，离世云容了，啊，那这就是华严境界了。啊，那今天我们是在凡夫位，啊，正如前面这首偈里所说的，随其所行业，如是果报身。这个我们讲了很长的时间。啊，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先前境界，我们一定要懂。啊，六道轮回从哪来？三途地狱从哪来？啊，尤其是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啊，诸位都知道，这个世间动乱不安的从哪来的？啊，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和睦相处，为什么？这两句话打紧了，随其所行业，如是果报身啊。啊，一切众生个个觉悟了。人人都回归到本善，回归到纯净，如是果报身呢？那果报就是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人人都修六度四摄法，如是果报身的菩萨法界。人人都能够修十善，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弟子规跟这个十善业道百分之百落实了，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天堂。天人呐，啊，人人都造恶业，
啊，像我们讲的这个十恶业，现在这个社会的时候，无论走到普遍所看到十恶业，这个事情麻烦了。啊，十恶业的果报上这三途，看你十恶业的轻重。啊，最重的地狱，其次的恶鬼，再其次的畜生。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整个世界这些众生，才造的什么三途业啊？天云台大师讲，他把十法界展开，百界千种，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这是这一个空间为次，人法界，人法界里面有佛，人法界里面的佛，啊，像过去释迦牟尼佛，啊，这是人法界的佛。真的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人法界里的佛啊，有人法界里面的菩萨啊，真正修六度四摄法的佛弟子里面的菩萨众啊，我们看到世间许许多多大圣大贤啊，至少他们也是属于菩萨众啊。那么在其次的学小乘的菩萨里面的声闻，这个人间里面的声闻啊，修十善五戒的人中之人啊，那么造作恶业的人中之畜生，愚痴啊，畜生愚痴啊，对于是非真妄不能辨别我们一般讲不知道好歹呀，畜生到底业因呢？贪而无厌，啊，自己有的不肯施舍，吝啬，啊，这个业因是魔鬼呀，啊。如果十善都造，地狱的业因呢？一个法界里面就有十法界。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法界，就是现在这个社会里头哪一种人多，普遍都在做十恶业了，那就是三途啊，这个法界多啊。啊，学佛的人有真学有假学啊，真学是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里面就有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或者讲的是有五乘，五乘里头有人天，这五种不同的果报啊，这学佛啊，如果学佛不能够依教奉行还要造恶业的话，那他也是属于三途啊，所以学了佛之后啊，冷静冷静，细心观察这个社会，然后回过头来回光返照，观察自己，自己到底在哪一道啊，我们自己的前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需要问人了。
不需要去算命啊，去看相用不着，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时间到了。